昨天我们大概的跟各位谈了一下，这个时代想要修行啊，那你必须要先把自己过滤一下，有哪些业障需要克服。那么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什么叫做业障？古代人难道就没有业障吗？那这个业障到底指的是什么？业啊，就是你所做的，包括你想的、你说的都叫业。这个三业，身、语、意三业。其实身、语、意三业啊，它是一门学问。一般人在讲的啊，都不正确。我讲一般人，大概100%都讲错。好，它是心的作用，心的作用。心的作用啊，它有隐有显，隐的叫意业，显的是语业跟身业，所以这三业其实都是心的作用。那我们在谈这东西啊，就是你所做的一切啊，包括想的、说的、做的，都是这一切呢，都叫业。所以我们叫身与意三业嘛，这个业啊，要怎么净化掉？只要不净化掉，它是永远存在，它会产生作用的。那么这些作用啊，不见得不好，好的叫福报，不好的叫做苦报或者叫果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假如这个报的来临会障碍你的修法，会障碍你的修法，那叫做业障。假如不障碍你的修法，不叫业障。比如说生病，我们常常叫业障啊，生病不叫业障。因为生病使你感受到说我要脱离苦海，那生病反而是你的一个什么爆发点，使你精进的一个重要媒介，那病就不是业障了，病反而是一种你的爆发力。同样福报，福报啊，你很幸福啊，又事业啦，又健康啦，到处可以世界各国去玩，甚至于已经登记了太空旅行，你也要去了，多少百万美元都缴了，就为了买那张票嘛。啊，飞出去会不会爆炸？不管它了，先缴了再讲。那你有这种福报啊，你就没办法修行，对不对？那这就叫业障。不是说痛苦叫业障，痛苦不叫业障，痛苦能够让你觉醒，那哪叫业障呢？那叫增上缘呐。这痛苦叫做逆增上缘。问题是在这地方。好了，现在问题是这个障碍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障碍是什么？大家可能没人去留意到，只是你痛苦的时候你就想到业障，你在得意的时候你就没有业障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真正我们最大的业障就是我们的知识，知识是你最大的业障。所以一讲佛法，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业啊？业是怎么来的？你会一直问这些东西，使你啊对生命的认知啊是浮在啊最肤浅的地方，你没有办法深入。看起来大家都很精明能干，其实大家都是障碍。这个障碍最大的问题就是独头意识。昨天讲的随机命题，你的命题啊要构成一个思维，可是你命题很多互不相干，或者是命题以后没有结论，这就麻烦。现在社会上很多名嘴叫企业诊断书啊，诊断师啊，专门在跟人家诊断的那名嘴啊，通通都是独头意识，通通都是独头意识啊！他跟你建议啊，他不会执行。理论上讲很好，
啊，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啊。那他会建议，那没有结论，这就都是独头意识。他会提一个命题，提很多命题给你，下面没结论，因为都是你要去做的，不是他要做的。你看啊，在这个社会的主流里头，大概这些名嘴有90%啊，都是随机命题的。当然有真正的企业处理师，比如艾克卡处理道奇汽车，不要薪水，等赚钱再讲。哦，赚钱要怎么讲？现在先讲清楚。所以他跟那一群老板也很精啊，我1块钱要薪水，1块钱一年，年薪1元，但赚钱以后呢，我要26%，不是25%啊，26%，1/4啊。啊，老板要倒店了，你想想看要不要给？啊，老板想说啊，赚大钱以后啊，给你分掉一辈子那也不行，限制你10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5年后一翻身，他开始就拿26%，拿了10年了，他也是大富翁啊。这个叫什么？他的思维很完整，很完整。那一般的企业诊断书去跟你看一看呢，而且讲一讲啊，然后就。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西斗友啊，不西贫道啊，我管你，那个都不没有用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最大的障碍也在这里，点子很多，做一半就不见了，做一半就不见了，因为你随时可以换跑道，啊，所以你没有一条跑道是跑到终点的，所以劳碌一辈子啊，你人生没有目标，也没有价值，也没有意义，这是最大的业障。所以我们昨天跟各位谈的是，你修行不能独头意识，通通叫错用心。你一定要构建一个善思维用心，不但是思维，要善思维，能够善思维，你才有可能说修行。要不然呢，通通叫做蒙修啦，加减修啦，加减修啦，哦。啊，那有修没修啊？无所谓啊，反正也没胃口哈，随便吃吃嘛，都是这样子，都是随便吃吃啊，随便吃吃，到最后你会发现营养不良，啊，胖的要死啊，真的是胖的要死，因为营养不良，啊，为什么那么胖还营养不良？因为你偏食嘛，啊，有些东西就囤积太多在体内，叫肥肉。肥肉其实就卡路里太多嘛，对吧？啊，可你其他的元素不够啊，就造成营养不良的情况啊。那我们现在学佛人大概也都患有这种，啊，用俗话来讲叫精神上的营养不良，啊，你某些东西啊还是肥肿，就杂讯啊造成肥肿，而应该要有的你没有获得。这是很麻烦的，我很简单的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。进入宗教里头有一个迷思，为什么大家会追大师？啊，有一次啊，北京很轰动啊，听说几万人去听经啊，在北京算是第一次啊。啊，后来我说那是谁啊？讲清楚哦，是孟参，我说是我师父啊。我就跟我师父讲说，师父听说你到那边好热闹啊，万人空巷。他说对，他连一层，你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吗？我说来干什么？听你讲经啊，来看这一头怪物长成什么样子。这老怪物都快100岁了，还会跑来讲经啊，来看看怪物这样子。然后他讲一句话：“你以为他们都学佛啊？没有。他老人家快100岁了，还是很清楚的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大家都在看怪物。为什么啊？所以那天有一个谁，哪个医师啊，说要在我们芝加哥买一块地，盖一个十方道场啊。”我说你盖，那你就魔王啊！你把所有的大师都找来，十方道场一定这样嘛？
那所有的信徒都去听所有大师讲的，那所有的信徒都一堆杂讯，他没有办法构成一个系统。你既然是十方道场啊，一定每一个大师来啊，都是讲几天就走了，讲几天就走了。看起来是他把最精华的都留下来，那看起来他讲的都精华，绝对是精华。当一堆精华堆在你的大脑里啊，他已经都变成垃圾了，都变垃圾，没用了，没有用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这是我们追求明星的结果，这是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，大概整个佛教界，也不止佛教界，所有宗教界都一样啊。你看教宗一出来说几十万人，对不对？那也是一样啊，大明星啊。教宗有修行吗？他是官位大而已嘛，他统御全世界的精神领袖嘛，他只是这样子啊，他也是凡夫啊。听说有人到地狱去啊，就见到那几个教宗啊，跟那几个僧王啊，僧王跟教宗都忙着应酬而已嘛。那他应酬又什么？很成功。那所以他就扶摇直上。那修行有吗？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？这个叫做他能还是我会？所有的信徒啊，都懒得修行，相信他能、上帝能、上师能，所以有困难了、哦，师父给我加持。你听清楚啊、哦，师父给我加持。师父为什么要给你加持呢？你说不是我给师父加持。可你明明就讲师父给我加持啊，中文的语病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产生这种状况，是大家来加持师父的，你记得，所以都会叫师父给我加持。为什么给是给你加持啊？因为你在找的是他能，你希望师父加持你，你有病啊，有不如意的、啊、什么都要找一个万能的来给你加持。所以这些人最容易被骗，你一直期望他能，那就会有宗教野心家出现，他就会有种种的他能的东西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唯一能的就是诈骗，他就是要诈骗啊！再过不了几年了，不会，他应该不会超过五年了。美国一定又会再发生严重的、重大的宗教事件啊！因为他已经放风声出来了啊，到几年几月几号那一天，他一定会白日升天，他白天要升天给大家看啊！那你就知道宗教事件要发生了。他就是一再的表现他能，那就有很多人呐、啊、会相信他。那我们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是这种状况，要去寻找他能，而佛教本身是要你会，要你解脱，不是师父厉害的问题，是师父的厉害是要教你怎么解脱的问题。那你要解脱，就你要去做你该做的那些事。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，你要是学佛啊，那就会有一个憧憬，有个理想，有个美好的境界啊，极乐世界多美，天国多美，天堂多美，会有这种情况。那是什么？宗教的憧憬。修行没有憧憬，你修行要抱着憧憬啊，你一定学错。我跟你讲，百分之百错误。啊、哦，我修行修以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要是老讲这个哈，你肯定走错了。修行只有一句话：照顾脚下。首先站稳，你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够吗？站稳，然后第一步迈出去，
要很踏实的踩下去，踩稳了第二步才能出去，对不对？你要踩到陷阱里头，你怎么迈出第二步？你要踩到一个悬空的地方，你第二步怎么迈出去？一定出事嘛。所以第一步一定要站稳，才有第二步。所以昨天在跟各位讲修行的步骤里一样，一定第一步做好，才有第二步。师父在教，可以一下子十几个课程都教给你啊，你做还是要从第一个步骤做起啊。所以来，凡是跟我讲后面的状况如何如何的哈，只有两个答案。第一个很好，那我就是不理你了，因为这不可教嘛。第二个呢，我是叫你回来从头第一步做好。把第一步的成绩单拿出来，再看第二步。第二步的成绩单通过，再讲第三步。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讲后面如何如何，为什么呢？那一听就知道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嘛。啊，师父，我现在哈已经入定了，我的定境多好多深。我说你入什么定？我就是不知道才要问你呀。我说好吧，回去好好入定啊，不要跟我讲了。不，你还没跟我讲，我这样入对不对？我说当然不对啊，还讲吗？那又怎么才对？我要从第一步来。一定要这样吗？当然一定要这样啊。然后你说我把车子开到哪里去？那你从你家开出来再讲嘛。你没有从你家开出来，怎么会开到哪个目的地去呢？哦，那么远，当然要那么远，不然你车子怎么开过去嘛？这没有办法，这个在现实的这个问题上面，你必须面对它去解决它。所以，当你有问题想要求师父解决的，不是多遥远的那些理想跟憧憬，而是你眼前的每一步。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，你家里的事先摆好。家里的事情摆不平了，你别想修行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你不能逃避，逃避家庭也不行，逃避社会责任也不行，你该做的通弄好了，那你也找师父。你说我弄好，我已经这么大，我们道场人都七八十岁啊，一个快一百岁了，我们现在在准备为他一百岁做生日啊，那要怎么办？我说不要紧，他没有办法修，当然没办法修啊，对吧？啊，没办法修，等下辈子再修嘛。只要你把这两件事情，社会责任了了，啊，家庭责任了了，那你来修。这辈子要是没办法修，不要紧，下辈子一定有机会，一定会再来。但是你只要逃避要进来的话，那你麻烦了。你是逃避社会责任，下辈子再来哦，下辈子也要去把社会责任圆满，所以欠的债要还光。要不然这个就业障，它一定障碍你的修行。所以你在宗教里头，假如一直在追求那种贪能啊，那你就完了。那是民间信仰可以，因为我实在没办法，哦，哎，很痛苦，那我就求佛菩萨保佑嘛，或长胡子的神明保佑嘛，任何宗教啊都保佑你加持你，那可以，那也不过如此啊。那你高兴啊，有钱多包一点，没钱啊，也无所谓嘛，赖一下皮嘛就过了，没钱有什么办法，那倒无所谓，那是民间信仰。所以民间信仰在台湾是很简单啊，哦，买个乖乖去拜拜，哦，啊，拜完你吃完了我又拿回家了，哦，神根本没吃嘛，那你回家自己吃啊，那你拜什么？拜你喜欢吃的，哦，那是拜给神吃的，神根本没跟你吃啊，那你是相信他会保佑你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你来佛门中修行是要我会，我来学要学到我会哦，啊，不是我贪能哦。所以这个观念你只要没有调过来的话，你在宗教界里头常常就是被欺负的，是被欺骗的。所以这个观念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不是对方的问题。所以宗教野心家会出现，实在是因为很多信徒啊，都
都求贪婪啊，打个七字是我要给人家骗，有没有人要骗我？哦，那骗你的人也很高兴，你被骗也很高兴，因为他讲一些迷幻的东西麻木你，说他能他都能，其实他什么也不能。这个是我们在修学上的一个败笔，而这个也是最大的业障之一，就杂讯太多了，然后到最后啊，你本来要追求解脱，是你要追求我会的，结果弄到最后变成在追求他会。那他会的话就有大小之分了，他会什么他会什么，哪一个厉害哪一个厉害一样，那就会他会的人都在吹牛啊。听说了，听说啊，一个湖北人啊，跟一个湖南人说，你有没有看过天底下最大的锅？他说我看过。你知道多大吗？他说多大，像洞庭湖那么大。哦，我看过我看过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他说你看过你知道，那你说说看你看过最大的是什么？他说我看过最大的灶。他说那个灶有多大？那个灶啊，哦，比衡山还大。他哪有那么大的灶？那怎么灶？他没有那么大的灶，哪有那么大的锅？那么大的锅不是放在那个大灶里面用吗？那就看谁吹牛吹得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那个灶？有没有那个锅啊？只有这两个人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吹牛，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有那个锅，也真的有那个灶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想被骗的，就有一个要骗人的，他一定是这样呼应出来的。所以你在宗教领域里一定要注意，很踏实的。当你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，要先去具备。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，你只要是信息很多的人，你要留意到啊，尤其是很聪明的人，懂得很多很快的人，这叫第六分别意识很旺盛的人。通常这个人啊比较记不住，他是有天才型的人。通常人家说这个人很聪明，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聪明的人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都没下文。而这种聪明的人，台湾人一句话叫做一世人捡角，一世人卷角，因为他都没结论，独头意识太强。那另外一种人啊，他是第七莫那士强的人，这种人啊就比较钝，比较憨，他是认真型的人。那凡事反应啊会慢半拍哦，他没那么快。那第六分别意识强的人啊，他反应很快，所以你过三个月以后啊，那件事情他已经忘了，你重新再讲一遍，他会再组合起来，但是这次的答案跟上一次答案不一样。但是第七莫那士的人不一样，他是认真，认真的意思是认真的存入阿赖耶识，要的时候一定要从阿赖耶识再拉出来，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反应，所以他会慢一点。而第六分别意识强的人啊，他是自己在脑筋里头转，他不存入阿赖耶识，存进去也没用，因为他不再从那边拉出来。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只要你一开口，后半段他不听，他只有前半段，他又开始做结论，结果做结论啊弄错了啊，听说要买机票，他就开始买了，人家要伦敦啊，他买到北京去了，他动作就那么快啊！人家说要买机票，他要买了啊！你不是都去北京吗？没有啊，我这次要去伦敦啊。哎，他反应就那么快，因为你每次都去北京啊，所以你说要买机票，他就跟你买了啊！他也不问说你到底要去哪里要干嘛，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强的人，他常常会所以捷足先登。然后呢，
就跑过头了。那么这种人呢、啊，容易是独头意识型的人，他要构成善思维啊，不容易。而这个时代啊，一再的在奖励小孩子出人头地，要能干，对不对？要精明，要会读书。你一直奖励孩子走这条路，他到最后人生，他会埋怨，会抱怨，我一辈子忙下来到底要干什么？没有目标，而他没有目标是整个社会把他造成的，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业障，才是真正的业障。那我们修行一定要先克服这个部分，要怎么克服？那么占察经理告诉我们，拜忏是一个方法，但拜忏你也不能够投机取巧，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，你一定要心道，心道，踏踏实实的去做到。不要以为我照着仪式这样子做一遍就好啊，结果做一遍是有第一拜大概有拜，第二拜也有拜，然后拜到最后一拜也差不多馒头数光了，最后一个那一拜大概也算了，当中100多拜哈，大概都没拜。但是你也在拜啊，啊那个拜已经什么心都不在了，都不在了，你只是照那个标准的动作去做而已，心已经跑掉了，所以这种拜忏效果不佳。所以他后面才讲，有谁起功德，有勤转法轮，有请佛助事的这些种种因缘，就要你心真的能到，真的能到。那么当你照着这样做，如法的做，如法哈、哦，如法就心要到的叫如法。你每个人的做法一定是不一样，一定不一样。假如你回家去做的跟他回家去做完全一样的话，那是很恐怖的现象啊！除非是集中营，不然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做你的，他做他的。啊，你的心道方式跟他心道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业障要克服啊，是绝对可以克服。问题是你到底真心的去进行吗？这才是关键。好，这一点你做到了，第二个就讲修行了。修行啊，那就是要把那个错用心啊先调到善思维用心。假如你没有善思维用心啊，你再怎么修啊，都只是福报，都只是福报。你有可能把自己压抑下来，用模子把你装成某个形状出来，有可能，但那是没用的，因为那不是你，你是有生命的，你不是没生命的。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修行以后都变形了，变形了，他的灵魂不见了，他只有那个模式。我们看到很多单位啊，一见面啊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我说你感恩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。你说我感恩你来给我服务，那也讲得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是啊，一开口闭口就感恩感恩，我就搞不懂你到底在感恩什么？感恩啊，感恩啊！我说你在感恩什么？哎，我们某某人就是都在感恩的，那个感恩已经没有意义，感恩不是这样子，要发自内心的感受，因为有你的存在，所以才能够给我服务，我有这个服务修福报的机会，所以我感恩嘛。那这个很可以讲啊。可是当你大量推动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，这些内容已经消失了，消失只有那个形式的时候没有意义，跟我们佛教徒你这样一直做没有意义一样。所以这个觉性很重要，很重要的这个觉。好，你既然有所觉了，那先调整你自己到善思维用心来。要到善思维用心来，最重要就是要有解决困难的能力。这昨天跟各位讲了，那解决困难的能力，你一定要去处理事情。所以从你处理事情上面来看，
你一定会遇到困难嘛？那你那些困难是怎么解决的？不一定要你去解决它，但你可以用人解决。你如何去解决？就在这个地方。你说我现在叫不到人可以帮忙，那我就要自己来，可以。你自己来是什么？消业障。刚才我看会长去搬水桶，会长搬水桶好像很奇怪嘛，哈。可是他就是要搬啊，不然没插水给大家喝啊，他亲自搬，这不是修福报就是消业障嘛，对不对？这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这个困难就要解决啊。你也可以说啊，我把它当装作不知道嘛。当人家要喝水的时候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下一次改进就可以了。但是你有看到问题，你必须面对问题，你必须去解决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就赶快去找个有茶桶的来借，对不对？那他就面对问题，然后去借，上 Google 去查地图，好，到他家去啊，结果啊，他家号码还抄错哦。啊，终于把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这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。小事情不见得大事，但是你这小事情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，你不会想解决大事情的能力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，一真法界里头啊，有四个法界，第一个叫事情的法界。所以你为人处事练达不练达，你假如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法界啊没有办法处理的话，你是没有理法界的，你的理法界是虚幻的，不真的。那你的事情法界能够练达，能够圆融，那理法界才有可能建立啊，建立以后理事才会无碍。所以事情这件事啊，对我们读书人来讲，老是会瞧不起他，不想做他，那你下面的修行就有问题了，就有问题了。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啊，他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用脑过度，用脑过度，用脑过度以后，它会产生第一个哈，只要你用大脑，你的神经就紧绷，就紧绷。神经一紧绷以后啊，你的呼吸啊不正常，你的内脏那个不随意肌啊，它的那个自然的活动啊也会不正常。好了，身体的这些都不正常以后，你的肢体啊也会不协调，不协调。那因为你用大脑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大脑的适应性，大脑对社会的适应性，那个适应性啊造成你心理结构的偏差，这个心理结构的偏差又影响到你生理结构生理运作节奏的不正常化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跟各位讲，讲佛法讲到这里来啊，实在是很不得已啊，这些跟佛经的语言完全没有关系，佛经完全没有这些东西，可是我们从刑法上看到严重的问题。为什么现代人修行那么困难？因为他大量用大脑，大量用大脑以后，呼吸不正常，内脏活动不正常，肢体不协调，然后心想跟实际在做的，你所想的跟你所做的不一致，不一致，不是这样抖抖抖，东西拿不到，要去拿个杯子就把茶杯的水都推翻了，不是那种状况，那已经是严重了。我明明就要做什么啊，怎么我会跑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发现啊，都在找东西，有没有？不是老了找东西哦，因为你已经产生那种不协调的状况了，
心想跟所行啊有距离的。常常眼镜戴在脸上，还在找眼镜，因为眼镜太符合了，就像鞋子穿在脚下，常常找鞋子一样，它太合你的脚。这种符合，让我们产生一种状况，因为你大脑啊产生偏差，你常用已经产生偏差了。台湾话讲爱毛令骨啊，你要去弹钢，要重新调整，而这一种调整啊，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净化跟激发训练，不然你没有办法禅修。所以每一次经过激发以后，你会产生念心定，一定会产生。所以我们这个作意激发出功德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作意激发的是身体的八处，八处产生以后有十功德，所以我们叫作意激发出功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身体动起来是八处的现象，动起来以后你要梳理你的十功德，就心理状态，那就要静下来。所以你不要讲说你的境界怎么样，我看你静下来的内心定状况就知道了，这假不得，你要装也装不来。因为有没有内心定啊，不是你装的，它是一种境界，它是一种呈现。从这个地方，内心定还是空架子而已。你要把这个房子盖好以后啊，交屋给你，就等于内心定一样。你有了屋子，那开始要装潢，你才能用。那么你家庭的内容的填充物，决定你这个家的性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内心定上面所做的自省内心，也就是那善思维用心里头的自省用心啊，是你的禅修的资粮。填充完毕以后，就叫做定中境。定中境就是内明的基地，内明的内，跟心法的心所在的地方，从这地方开始，你才能走出第一步，禅修的第一步，不然不行。昨天啊，是跟各位谈到这里。那我跟各位要谈的是善思维用心的具备。那我们也跟各位讲，真正具备善思维用心的人有几种人。学者，那些教授，不是只会教书的，只会教书的教授啊，有很多还是错用心的，他只是混饭吃啊，为了保住饭碗啊。那个不是真正的，是讲学问家，他能做学问的，一个是事业家，做事业的，他要经营一个事业，一定有很多挫折跟困难嘛，那他要去克服他的困难。学问家也一样，他会成为学问家的人，一定在思想上有卓越的见解，那也就是他克服很多困难，他解决很多问题。你要留意到这一点，社会上很多有地位的人，为什么他不能修行啊？因为他错用心，他是在钻洞，夹缝中求生存，相互巴结啦，游说啦，长袖善舞啦，油腔滑调啦，那这个都是错用心，因为他没有真功夫，专家就假不了啊，对不对？现在 IT 工程师啊，或者理财的这些什么理财师啊，你看这些专家，他一用心啊，他绝对是很用心的，所以他会有思维，但这种思维都是怎么样，专但是有偏。所以这些专家都有一个特色，生活白痴。你去注意看，这些专家都是生活白痴啊，他很专呢，就这一块他很专，他行，这一块以外他不行。你说社会上发生什么事，他才不管，
因为他的才华有限，在他的领域里他运用得很好，用到外面就不行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除了这三种人啊，还有第四种人，就把家里啊理家理得很好哦，没有负债，家里也清清洁洁干干净净啊，子女也都很有成就，家庭很幸福，这种老爷爷老太太啊，这个也是会用心，也是善思维用心的人。大概讲就这四种人啊，他的心啊是有思维，但都在外面。假如他能够转过来自省用心反省，这种反省无日三省无声的反省啊，还不是自省用心，他是修养很好的，他还是用心在外。虽然在身与意上面没有错啊，他还是在外。自省用心啊，是不用大脑，它是一种凝视。这个凝视以后啊，他会看到心的作用，有意业、有语业、有身业。这个时候，他会从综合法尘呢，转到单一沉静，他就可以看到五蕴流转的那几个因素在变化。那看到五蕴流转的时候，凝视已经发展到观照，观照再进一步就叫照见，那就更微细了。我只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，您到这个地方，剩下的通通要进禅堂去讲了。那这讲的没用啊，你懂那些也没用，因为它是禅堂里面的实际工作啊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留意到，善思维用心的构成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你看李家的这些妈妈，她不急，这最重要的是不急。孩子长大的过程里会遇到什么，他会先问，然后孩子怎么样，他就知道怎么处理啊。那这就滋养到啊。所以一个会理家的太太，她是会善思维用心的。我们现在发现有一句话，台湾话讲掏井蛙，就第一胎啊造书养，第二胎啊造猪养、哦、因为台语的猪跟书是同音啊、哦、所以第一胎造猪养，第二胎也造猪养，这个都是错用心的，错用心的。一个善用心的妈妈不会这个样子，他会把书看完看放着，然后啊听听前辈的话，前辈的意见怎么带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，小孩子啊、哦、大概满两岁以后的孩子，他要长高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发烧。发烧绝不能打针，你打退烧针以后，这个孩子的发育就会变形，就会变形。但是古代呢，他怎么处理？他有两种处理法。他一发烧就给他一直喝水，古代不一定喝开水啊，泉水井水就一直给他喝就好了。另外一个的红检草，哦，台湾的很多啊，那墙头墙尾都有啊，有一面是红的，那个草尖尖的，一面是绿的，那捶一捶那个汁啊，给他吃就退烧了。顶多是这个东西啊，因为那个发烧是它内部结构啊在转型，大概只烧一天，那一天啊他会很难过哦，但是他很爱玩，只要喝水就好了。但是照书养的哈就麻烦了，一定抱去给医生打一针退烧，那一针是多余的。那您体内就多了一些盘尼西林抗生素的药在体内了，那不是多余的吗？
那是毒药，它会妨碍孩子的发育，而且长大以后他还要再有一个排毒过程，要不然这些东西停在体内，它就是癌症长瘤的致命因素。那你不知道，好了，那我跟各位谈这些，就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懂得善思维用心。你会善思维用心，有这个架构以后，要来修行才有可能。你是不会盲目，也不会迷信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两个师姐，一个 A 师姐，一个 B 师姐，同时来听师父讲课，讲完以后，两个回家都发心。啊 ，A 师姐就说学佛很好，那我也学着学佛嘛，诵经啊，念佛啊。到网上啊，大家看电视，他想一想就不要看电视，哦，啊自己啊就跑回房间，坐在床上，哎，拿个念珠在外面念，念了超一个礼拜啊，突然电话响了，然后找黄师姐啊，那黄师姐，我家没有黄师姐，啊不是某人嘛，哦哟，她是我妈，嗯，一去看，妈在房间大概在睡觉。当门就打开，哎呦，妈坐在那里，慢慢偷偷的把门关起来，然后说黄师姐不知道在做什么，等一下我请她打给你。好了，功课做出来一问怎么样，这个 A 师姐跟对方讲啊，那是我家小菩萨，嗯，这小菩萨，嗯啊，跟我家老爷啊在看电视啊，我就在房间呢，反正孩子也听不懂嘛，但是呢，那个尊严就起来了。那 B 师姐不一样，他那发大勇猛心，回家冰箱一打开，哼，吃人一斤，要还人16两，哦，这个不要吃，垃圾桶就丢了，这个不要吃，垃圾桶就丢了。他先生说：“哎，我刚买回来的哈。哦”抢起来，两个人在冰箱门口就吵起来了，就吵起来了。到晚上啊，人家要看电视呢，他要做功课，叫他转小声一点，啊，结果呢，人家在看电视，你在诵经，哦，啊，你一诵经就听不到电视转大声，电视一转大声，你诵经更大声，啊，诵经越大声，电视也跟着越大声，好了，这下子全家都变业障鬼了。你要知道啊，这就一个处理的问题。你第一步处理不当啊，你大概就这辈子就完蛋了，你跟全家都合不来。一个处理得当啊，那全家都会非常的拥护你。他吃素，他怎么吃啊？他只吃肉边菜，他照样炒菜，嗯，那啊这个炒肉就给大家吃啊，炒菜我自己吃。吃了几个月，大家都看到啊，妈妈怎么都不吃肉？对，他没有啊，我也吃啊，我也吃啊。哦，大家看，妈妈你还是营养要照顾好啊，要多吃一点肉啊。后来搞一搞，知道妈妈学佛啊，哦，一学佛就是不能吃肉，就马上这种观念就产生了。他不是，不是不能吃肉，适可就好，不要大鱼大肉。哦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就讲，我们初一十五吃素。过两年呢，我们吃六斋，对不对？过五年呢，我们就吃全斋了。这个就是做人处事嘛。所以一个成功的妈妈，她会善用其心的话，她的学佛过程是圆满的，她人生是圆满的。像这样的 A 师姐要来修行啊，绝对会成功啊。你说 B 师姐来修行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定鸡飞狗跳。你在家里都鸡飞狗跳，你进道场，道场不会被你鸡飞狗跳吗？对，因为你处理的事情是那种极端的处理方式，而没有一种善思维，所以你会产生这种现象。所以我常跟各位讲，修行本身不难，修行不难，真正难的是啊，你的做人态度。做人是讲态度的，你的态度是 B 师姐的态度啊，你这辈子啊叫做一世人卷角了，
一世人扣角啊，无效啊。哦，啊，你要是圆融，那你处处圆满，不是修行的问题，是你做人的态度。那你又会处理事情，处事又练达，为人又很圆融，那修行不难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处理事情，我们会觉得奇怪，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啊？关键就在这里，因为你不练达，你不圆融，而问题不在眼前这件事，是长远以来你所带领做人的基本态度啊，所埋下去的暗桩，造成啊，人家一看你就是那个样子。这种态度，有些是一种疏忽，人家一提，你马上啊，对不起，马上改了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没留意。有的是性格上的状况，那可以，那是可改的；有的不是，他就坚持那错误的模式，那这个就很麻烦。所以，不管如何，你要讲到修行，一定前面这一段，从错用心到善思维用心这一段。是资粮道的工作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去处理好，才有可能修行。而在这个过程里啊，你在处理从善错用心到善用心之间的那个处理状况里，你在积累福德还是在造业？这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学佛很好，可以修很大的福报。可是很多人就拼命在修很大的业报，刚好相反。啊，他是故意要造业吗？也不是。啊，他既不是故意要造业，可是为什么又造业啊？就认知产生偏差，所以我们就要错用心的原因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教育需要进行。那我们现在所看的佛教概论里头的教育啊，其实不一定是照那种状况来教。像我们古代教二十四孝，你现在在美国怎么教二十四孝？那就变成二十四则笑话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美国可以这样吗？啊，孩子去喂蚊子，然后爸爸睡在蚊帐内，你不被明天不被告你才怪啊！对不对？啊，寒冰卧里啊，冬天河川结冰了，那你去卧在那个冰床上，把那个冰融化掉，再抓鲤鱼回家给妈妈吃。你看你要命不要命？这个叫孝子啊，古代可以这样教，现在你不能这样教。尤其是那些很多佛教的故事跟佛教的教育，那都是古代印度的教育系统。所以我常讲说，佛教概论其实是印度文明的简介，不要再一直强调那些东西。有些时候当故事讲一讲也无不可嘛，啊，像我们讲白雪公主讲一讲有没有不可以啊？啊，那没有主意的人有没有啊？那个讲一讲也无不可啊，只是在东方的寓言里头啊。比较带有一种实用性的教育，实用性的教育。西方的寓言里头啊，包括伊索寓言里头，带有文学的美，比较没有实用主义。啊，这一点是我们在看东西方寓言的一种差别。那你说是东方的寓言高明啊，西方寓言高明啊？那倒不一定啊，那没有办法类比。然后你可以用当作教育的教材，这样就好。那不一定啊，要照完全照那个部分讲。所以那些东西你要拿来做修行，未必有用，未必有用。所以我们才讲到说，你在修行里有人生历练的模式来发心入道，还有是一个大脑摸索的模式来发心入道。你看那个。前三觉，在这里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子进入修行的领域，它有两个前提啊。
第一个是你经过这个正法的摸索，这是正法哦，正法经过这苦集灭道的摸索以后，灭知道有苦是可灭的，那么苦要怎么灭呢？就苦灭道。那么你这弄清楚了，决心要追求灭道，那才开始做行法，这是一个模式。另外一个，我对佛法的真理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。你在这里摸索三十年，我刚好把事业给创造完毕。三十年创造一个事业可以吧？对不对？那你学佛三十年，我事业完成了，啊，我也觉得人生没有意思。哦，这样的竞争哦，赚了那么多钱，结果是你看嘛，那魏应周他们一家族哈，是台湾首富啊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一次一个黑油事件，大概也四分五裂了，全部崩盘了。你说这样子是行不行？那我这样奋斗有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我干脆就好好修行，有没有真正最好的地方涅槃世界可去？那他这样来修行啊，通常这种人修行不会退心。通常啊，不会退心的意思是80%以上不退心，而且会成就的。那么这边的人来摸索啊，因为他是读书来的，是大脑来的。所以80%会退心，哦，80%以上会退心，因为他这里头听的太多了，哦，而且呢也接触很多大师，哦，那此山不行，彼山还尚可，哦，啊，跟这个师傅吵架到那个师傅那边去，那这个来的不会，因为他人生历练过了，没什么好计较了。他看开放下很快，所以他在这边可以真正精进修行，所以从这个地方修行开始现，都是觉醒以后要修行的，这是真发菩提心。这一线的人不太会发菩提心。我跟各位讲，我们在上海哈，上海那个大楼很有名的，那大楼开瓶器那一栋大楼，我们那在86楼打禅期啊，那都是大陆的一些精英啊，都没学佛啊，只有一个女孩子哈，一定要皈依，其他的就看她皈依啊，他们收获都很大，都很大，到最后要皈依哈，她不要，就这个女孩子要求一定要皈依啊，其他都观礼。那因为收获很大，其中有一个哈，要求参加第二次，我们第二次在杭州的阿曼酒店，哦，他在那边，他就全激发了，全激发了。他本来是尼安德塔人呢，尼安德塔人知道吗？头是这样子，哦，这个头这样的状况啊，就这里就凸出来了。结果那一次以后就全好了，哦，那有一个是这个地方整个后部，他是在冷气房出来的老董啊，那实在没办法，已经三十几年了，弄不好，怎么医也医不好，啊，有一个是全身呐，已经痛了50年了，怎么样动都不行啊，什么医师也没用啊，然后这辈子就痛到死而已啊，那进去以后出来全好了，好了就不得了了，啊，就不得了，怎么不得了？师父什么时候要皈依？我说你要干嘛？我也要皈依。他这个地方要他真正发起菩提心，他不懂，但是他已经发菩提心了。皈依是什么？他根本不知道啊，他也不知道，但他已经在这个禅修的训练过程，他在净化、释放、激发过程这个阶段里头，他获得的收获，所以他一定要皈依。所以这一个工程是跟这边完全不一样，你这边所学的叫正法，这边是心法。心法的第一步骤啊，就是把你以前所学的有用没用全部梳理一遍，没用的丢掉，就这样简单嘛。你学了三十年了，我就刚才跟各位讲，每一个大师讲的都是精华啦，通通钻到你脑袋里头去啊，通通就变垃圾了。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啊，但你要梳理出有用的那一套出来，你只要不梳理出来，那就通通没用了。
那精华就好像你自己在家里弄个故宫一样，把所有的古董放在里面，你死的时候他跟你死啊，真的跟你死，你死的通通死了嘛，对，你知道古董你认识啊，你的子女认识吗？不见得啦，不见得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所懂的东西必须经过这里头来过滤，然后对你所有用的那一套留着，其他不要了，其他暂时放一边，你也丢不掉，对不对？知识的东西经过你大脑丢不掉嘛，但是你有用的拿出来就好，没用的不要老是干扰，放一边。那么当你把这一个修行给弄好以后，那些东西会通通变成有用的，因为那些都是大师的精华嘛，可你不会用它就变垃圾了。那你要用一定要透过行法以后它才会有用的，要留意到这里啊。所以这三个的部分呢，叫做动起来，纯化工程就叫静下来。我们那个好像第二章的第一页是吧，动起来与静下来那一页，那个实用版的那个部分，因为这是禅堂里面的东西啊，你们这边要用一下子啊，开明也很难为哈，在那一大堆里头要一个一个啊，这里我们有一个动起来，就是净化、释放、激发，这个叫动起来，纯化工程是静下来啊。这个地方是个大工程，所以我们这里就另外在做。我们在里面是讲很多啦，就说禅堂里头本来是不讲话的，叫寡言语嘛。禅师根本就不爱讲话。我现在把禅堂的东西啊，是葛藤加饶舌哈，你知道吗？葛藤啊，多余的，然后又饶舌啊，讲那么多啊，通通不按讲出来，这已经变成法堂的东西了，所以我不喜欢用整篇文章讲，这是为了解释让你明白啊，所以才这么讲一下。这个里头啊，要先经过这个阶段才到这阶段，这样讲也是不清楚了。说实在，所以我就又改了一个图，叫做是一非一图。昨天看的那个图。从这个地方有吗？这动起来，这静下来，所以一个意见要跟你表达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你一个表达法，这是一个表达法，这里你看，这个前三觉的地方，然后加起来，这是资粮道嘛？从入口处进来动起来的三个工程，然后静下来这个纯化工程啊，有这四个，这四个包括这四个啊，所以这八点其实是四点，这是从值来讲。这是从位来讲，那么这是重复的，那你没有经过这个部分的修行啊，你一定掉到香水海里头去。所以你说你怎么修啊？它一定有这些步骤来的。当你没有这些步骤，你讲修行啊，都是想当然了，不是真修行。所以修到最后，你就干脆说哈，啊师傅你行就给你就好了，你修就好了。你修完以后啊，我们就搭你的船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啊，那你一定会被骗。我跟你讲，修到最后只有师父在修，你们都不用修啊，你一定被骗。真的是跟各位讲，所以你不要说你会我会，你一定要我会，不要你会。修到最后变成他会，那你就修错了。一定是你会，怎么会他会呢？所以你只要不经过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阶段。他画到这里其实是画到这里的意思，就在香水海里那个修行陷阱，那个我们画须弥山脚下的那个修行陷阱，其实这个叫无明定啊。你修行为什么会掉在，我跟各位讲 98% 掉在这里面， 20% 还没跳下去而已，因为你是走这一条，很谨慎的走这一条，还没掉下去啊，你会不会走到这里不知道，就九寨沟有个机场叫做黄龙机场啊，他们说黄龙机场啊，这个10次飞机啊9次取消，
啊，第十次哈、啊、正在返航中，啊，飞一半又飞回去了哈、啊，不能降落。那个机场也很特别哈、啊，就说十次航班呢、啊，有九次是取消的，啊，有一次起飞了，啊，飞一半又要飞回去了。这个修行，你不要看修行啊，大概通通掉到这里头受苦受难，因为你没有科班训练，你都自己想的，啊、哦，要怎么修自己想的，哦，我就金刚经拿来就开始修了，金刚经你会修，要怎么修啊？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要、啊、我照弥陀经修，我照普门品修，你怎么修啊？哦，那只是说加行可以啊。但那不是修行，啊，我要入佛门先把这本书读完，读熟一点以后再讲嘛，不然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讲佛法，大概只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还谈不上修行，所以我们这种修行叫无明定，你看迈向涅槃之路，为了跟各位解释这些啊，这个地方叫无明定，叫民间信仰。你自己想要修行自己搞，就在那个修行陷阱里头，因为要修行一定经过一个人性的挣扎，经过人性的挣扎，现在要吃饭了，吃饭要学佛，牛肉面要吃素啊，不然素牛肉面也好，对不对？这人性的挣扎嘛。那我要先问阿弥陀佛，我要去的时候能不能端一碗牛肉面到极乐世界去？对不对？就是人性挣扎就是这样。我一定要经过这个挣扎以后，我确定了，这有没有前提性？人品一定要健全啊！啊、哦，那个逃避社会责任、家庭责任的这个不行啊、哦！有了这个，你人生觉醒的历练模式，或者是摸索模式，有没有？通通要经过这些，有了这些真正的认知以后，才进入修行开始线，这个叫人可及。这个时候你看看，经过瞬间定、妙高定、世间定，这个世间定象限转移，然后再转内定进入内院，有吗？这一步一步来，而是最难的是这个纯化工程这边，所以因为这边不好说明，我们才另外再谈一个东西。所以不是说我简单的这么一讲就全部都包括这里面，这个我已经很系统化了，但这个系统化里头有很多维系的没办法在这里头讲，所以拉出来才有另外一个图在讲啊。所以这个不是说不给各位了，这个要给各位啊，我可以领100个诺贝尔奖，我跟你讲。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给你，你看不懂啊，你到禅堂来可以抄，可以做记录，不可以照相，不可以录影，也不可以录音啊。在这个地方还马马虎虎啦，因为法堂嘛，到禅堂里头再知道这些，它里头有很多维系的，像这五庭星官的综合工程，有没有？我们在修学修行禅宗，五庭星官怎么修都没人知道啊。所以南传进来他就很吃香啊，什么四念处禅啊、毗波遮那禅、十日禅、内观禅，有没有？反而我们汉传的都没有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指导是这个部分，而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的一整套是很完整的，非常完整的，它不是就这么一个东西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我们在讲修行的时候是绝对踏实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。你不要看这个部分，这个进化工程，像这里头有几页啊？调生与意业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光谈这个部分就好几页。所以各位，你只要是学这个正法的这个部分哈，是可以有遐想，哦，有一个很美的憧憬，什么天堂啦，什么极乐世界啦。什么涅槃呐、啊？你可以有那个憧憬，可是修行没有憧憬，修行只有照顾脚跟，
你脚下功夫要做好，所以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这一步没有踩稳，下一步是绝对踏空。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一步给做稳，那就变成你眼前的工作，所以它不可能有什么憧憬啊。所以修行是很痛苦的原因在这里啊。那学佛是很快乐的，学佛又可以泡茶，又可以吃点心，也可以吃蛋糕哦。啊，最近流行什么哈？管它有烧水油做的也好，反正还没踢爆之前哈，都是美食哦。那大家都可以吃，这学佛就是那么快乐。可修行就糟糕了，这些都不能吃，因为只能吃月性食物、惰性食物、躁性食物，通通不行啊！凡是不知道的，通通是不能吃的，就对了。啊，你能证明说这是月性食物吗？啊，可以就可以吃，啊，可是你不知道啊，啊，那就不能吃啊。所以你什么新的饼干呐、新的蛋卷呐、什么什么葡式蛋挞啦，通通不能吃，因为没有人证明它是月性食物。啊，按说咖啡可不可以喝？不行，因为还没有证明咖啡是月性食物，所以你就不能喝。哦，啊，能喝，唯一能喝的，唯一能喝的就是开水。哦，啊，最近台湾又说所有的瓶装水都是自来水。你看，修行它是很踏实的。跟学佛不一样，学佛有一个美丽的憧憬在那里，人家才要进佛门嘛。所以所有的宗教一定有一个美丽的憧憬，那个憧憬啊，这辈子达不到不要紧，死后一定到。死后也没有人证明，回来跟你说我已经到这里很不错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但是他只告诉你啊，这个宗教一个最可怕的就是只能相信不能怀疑，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。佛教没有这种因素，佛教叫你要怀疑，怀疑要去求证，告诉你有涅槃世界，那你要去求证涅槃世界，告诉你红尘世界有八苦、四苦、无量苦，你去求证你有没有那些苦，啊，没那些苦，佛陀打妄语；啊，有那些苦，你就照佛陀讲的，到涅槃世界去啊。他要你带着怀疑的态度，然后去求证。他不是叫你怀疑就把它踢掉，就不信，不是，要去求证。所以我们不叫怀疑，叫疑情。疑情就要求证，你到最后会证明讲的没错。那因为要去求证，所以你要一套思维，正确的思维系统。而不能独头意识，这个是给各位看他真正的一种状况。这个状况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部分呢、跟各位谈了一下，怎么样从错用心呐、到这个善用心来。那善用心到正用心这一点呢、是维系的，因为正用心是专业。是入定以后才有的，啊，那你还没到入定之前，跟你讲正用心，而且就有点隔靴搔痒了，哦，你会抓不到，所以我们通常这个正用心呢，就不再跟各位谈了。我们再看一个内心定那一章，跟各位讲这个部分修行当中的这一点。这个刚才跟各位讲说，激发以后动起来，动起来是触功德的触，就身体动起来，就把我们体内的这杂质排除掉。体内的杂质怎么排除？我们业障重的人就会问这个问题，啊，修行人就照师父讲的去除掉就好。我们常有一种现象，就是昏沉。昏沉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哈欠，对不对？打哈欠以后精神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在昏沉的时候不打哈欠要怎么办？光把嘴巴张开也没有用啊。那个打哈欠啊，其实是清理颅内，就颅腔的废气，
清理炉腔的废气啊，最好的方法是快速呼吸法。快速呼吸法，哦，这个方法是简便好用，哦，它大概可以清理掉60%-70%。更快的方法叫做炉腔发音法，不是呼吸法。我们一般呢，用乐器的是胸腔发音，管乐啊，哦，胸腔发音；唱歌的是腹腔发音，对不对？你留意看看啊，我们华严字母哈，是炉腔发音，就不用喉咙发音，在这里面发音。这个发音呢，是清理炉腔废气最好的方法。但你现在要练习哈，一定要在师父的监督之下，嗯，你自己不能练习，所以我只能这样跟你讲。通常这，因为我们都是在禅堂教的，你一定要在这一群老师的监督之下去进行才可以。但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，那很多人来。我们禅堂很多次了，很多人来听一次以后以为他都懂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听十次还听不懂，听十次你还听不到1%啊，更何况你只有听一次，10天而已，能听多少，这就是关键。因为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的重点是要静下来那边，那么刚开始教各位要动起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产生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肢体不协调。肢体不协调，你的动啊就产生错误。这个动错的时候，要把你矫正过来，矫正不过来，所有的时间全部耗，10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全部耗在矫正你要如何动起来的地方。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，有很多大头病的人啊，其实是教不来怎么办？你想想看，当你教不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美国式的教法就是爱的教育，教不好就赞美他，对不对？这赞美就死了。人家师父说，我，你们都没我的成就，这就完了。实在是教不来，那就好吧，只好把你摆一边啦。摆一边就是说，等下次吧。哦，啊，我又不能够说你不及格，因为这是残忍的教育，所以要用爱的教育说你很好，你很好，哇，你表现很好，鸭子盖三只，对不对？幼稚园嘛，鸭子盖越多越好嘛。啊，盖一些鸭子给你，你就回来说，师父说我怎么样玩了，说我开悟了，说我成就了，这就产生这种状况。所以我在跟各位讲说，那个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你一定要留意，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没有建立起来，你要跟任何大德在一起修行都有困难。因为修行这东西绝对是一步一脚印，即使师父说你通过了，我跟你讲，对我们来讲啊，还没通过。我要怎么证明我通过？这是我的事。师父认可，会不会我是朽木不可雕啊？所以说你了不起哦，你很快这样子哈，然后下一次还要再精进。因为你没有听，没办法听懂这一句话，下一次还要再精进。师父说我通过了，下一次呢还要再精进，你没听到，你就会变成师父说下一次不要紧，下一次不用了，就变这种状况。所以这个地方在谈这个部分，你一定要留意到处功德的这个部分，我们要求的是70分。算及格了，70分的身体激发，你就会产生内心定，因为你有激发就有
心理十功德是心理的十种舒服的状况，但是你以心理的十种舒服状况当作满足的话，那你就掉入刚才那个舒服坑，那个陷阱叫舒服坑，一进去就完了，就完了。那你会以为你是长放一天的人，因为我可以不用修了，就放一天嘛。那你就以为你是成就了，那个根本都还没进入状况。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从你的动，因为动是外向比较容易啊，可是外向也有人会作假，哦，我们都发现会作假，哦，那这个内心定讲的是十功德的部分，它第一个内心清净、平静、稳定、宁静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它能维持一段时间，一周以上到一个月，才叫内心定。假如只有瞬间或未满一日啊，都叫做瑞相的消息。哦，此一段时间正表示行者的激发要重来了。内心定是经由正元气能量的激发以后产生的。这个内心定啊，有一个完整的定义啊。内心定又可称为内摄，一指将心安此境，可如如不动也。内心定是象限转移的分水岭，内心定中大脑不作用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修行有这内心定算是第一阶的状况，所以我们这里讲叫做消息，有个瑞相的消息。我们要求这个东西通常是几天以上到几周不一定都可以叫内心定。那内心定里面有工程要做，哦，不是这样就好。那假如只有内心定，那就舒服坑了，就舒服坑了，就刚才那个修行陷阱红色警戒线的那个区块里面。我跟各位讲说 98% 的修行者都在里面。现在你只要遇到有人跟你讲修行怎么样，你去注意看，不是怀疑他，也不是批判他，跟你讲 98% 的人都在那里面。那么他有可能有内心定，但他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的内心定，那这种人叫常放一天的人，他不修行，他一直保持内心的那种宁静，哦，他很舒服，他常常会跟人家讲佛法，然后他无修无证，摇着扇子，穿着唐装，哦，像我这个就是唐装，然后呢，他就修得很好，他都会讲那些什么空啦，啊，空性啦，啊，《金刚经》最喜欢讲，《坛经》最喜欢讲，讲那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，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哇，这样多好，好像人家都不懂，只有他懂。这个就是常放一天的人，这个就是他的内心定是空的，空的，没有内容。啊，内心定要做什么？要做自省内心，就善思维用心呐，啊，要从事业用心转到自省用心。刚才那个表，那个善用其心那个表，内心定的工作就是要从这个事业用心转到自省用心，聚焦在身口意上面，这是第一阶段，然后会到第二阶段五蕴流转，第三阶段到六根门头来，哦，所以第一阶段聚焦在身口意的时候，就你只要聚焦就好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奇迹，它是不用大脑的，你只要看清楚就好。像这盆花你看好漂亮，你看，哦，你就换两个毛病，第一个就远远看哪里漂亮，开始用大脑分析，所有的漂亮都不见了啊。一个就是很专心哪里漂亮，有吗？这个你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嘛，两个态度都不对，哪里漂亮，这朵花很漂亮，你一直拿给人家看说这朵花很漂亮，人家就一定说你神经病，因为看漂亮不是这样看的。好，那这里头就问题来了，你聚焦在身口意的时候是不用大脑的，只要用大脑就不对，
这盆花很漂亮，你看看很漂亮，你看看怎么会漂亮？漂亮是一种欣赏，不是用大脑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解析漂亮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留意哦，现在这聚焦也是一样，不用大脑哦。因为在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哦，不作意，这个不作意就很难了，尤其凝视跟放松。我们讲放松是不作意的，对不对？你就用心用力把它放松，也有可能吗？放松不可能作意啊，凝视也是不作意，凝视是一种天赋。凡是会事业用心的人啊，他就是会凝视。你注意看看，一个做事业的人常常这样想，有没有？或者是这样子，不知道在盯什么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手到他眼睛去摇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他在凝视啊，他在想他的事业的困难要如何解决，这是一种天赋。所以你是独头意识的，这些人是不会凝视的。所以这个凝视的本身呢，它是大脑不起作用，它只是一直看那个问题，再看再看再看，你们就把问题看出来了。刘振武应该有这种经验啊，他是工程师啊，他在专注的时候哈，是有一点大脑运作的轮廓，但绝对不是逻辑推理啊。他是在看一个东西，越看越深入，越看越深入，那叫凝视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聚焦在身口意上面啊，身口意，我跟各位讲，身口意三业是一门学问，一门学问啊，身口意三业。它是一个理论，独立的一个理论，但是没有人去留意。通常把意业当心，调心就调意，有没有？调身有没有？那调息，调心有没有？调心就把它解释成调意啊，错了。调息是调心性，调心是调灵性，调身是调身与意。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留意，这个身与意业是心的什么作业？心的作业，心的作业有隐有显，隐的是意业，显的是身业跟口业。哦，口业是他表达意见的地方，身业是他行为跟态度的表现。你看看这三个，通通是心的作业啊。那么你一凝视以后啊，真正的身业跟口业，你只要重视这个部分，是修养。话要怎么讲，对不对？做人态度要怎么样，有没有？这修养啊，我们在教子女都有这个部分。但是讲意业要怎么样，新的作业啊，其实是在意业里面，那这个就很难教了。哦，你的态度啊，你要怎么样，你的心境啊，你要怎么做，有没有？就是你的态度，你的用心要怎么样，这个东西很难教。而这个东西是在凝视中你才会去进行的。从这个地方，它的综合法尘啊，就逐渐变成单一沉浸，变成单一沉浸，它就进入五蕴流转。所以般若的产生是从凝视开始，进入五蕴，般若就发芽了。就这个地方是观照，观照再来照住，照住再来照见，到照见的时候，般若就算成熟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下手处是从凝视开始。因为凝视你才能把新的作业啊看清楚，然后综合法尘会变成单一沉浸，五蕴流转是单一沉浸的，这个时候叫照见，就从这个观照到它的流转看得到，就照住以后，你会看到六根门头停在那个地方，叫照住。色受，那不是色受想行识吗？停在色的受与不受的时候，
那叫做产生念头。参禅从这里开始，参话头，话头指这个部分。所以你一般的话头都不对，你那个念头都是意识形态的。第一个意识形态，当我想吃牛肉面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这样犯戒，对不对？那是意识形态，跟念头完全无关。那是很后端的部分呢，所以这个在看心的作业，然后逐渐分析出来，这个会产生般若。好，当这个部分进行以后，这个通通在哪里进行啊？在念心定里，念心定里头进行。就在念心定里头进行，当你从这个聚焦生与意业看到心的作业开始的时候，你已经定中境形成了，内明的内有了，心法的心有了基地。所以定中境啊，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特色，在修行中这很重要。古代这东西没讲得这么清楚，所以我在这里，你看那个释义会议图，在这里跟各位讲，不用大脑，要用非大脑的活动来令不用大脑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特色。你用大脑去想怎么样不用大脑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用非大脑的方法使大脑不起作用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。当我这个提出来以后啊，将来啊，大家都会说我们本来就是用非大脑的方法使大脑不起作用，因为你用大脑没有办法使大脑不起作用，所以一定要用非大脑的方法嘛。但是这个我们是最早跟各位提出来的。第二个，作意激发出功德。原来修行出功德怎么产生是不知道的，所以这种不作意激发出功德的出功德产生啊，常常跟自花功、跟通灵有没有、跟灵媒体质混在一起。我们这不是，我们是激发，你作意激发它才激发，不作意激发它不会激发，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哦。那你要是有灵媒体质啊，什么通灵啊，还有什么自发功那些哦，鬼附身啊，跟我们完全无关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。第三个，建立定中境是普贤圣的第三个特色，有没有？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建立定中境的部分是我们在指导修行中很重要的一个状况，很重要的状况啊。那后面还有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我们就不跟各位讲了。今天我就先跟各位谈这个部分。至于这四个位置啊，是从这四个点来的，相应会有这四个位置。那么到了这个多帅定的时候，就是横出三界了，因为这个图是只能这样画了，不然这是等于说从这个地方要横出三界，这个要进入内院定嘛，弥勒内院了。这个多帅定它这个整个工程是很大的，所以我刚才跟开明讲说这里加个红的才能够看出它的特色嘛，它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是大家修禅定所要进行的工作。各位假如你没有修禅定啊，我们是放在禅堂里面讲。那假如说你现在在哪个大师教你，你已经到四禅八定的时候，那我们再个别来谈啊。这四禅八定里头的重点，它为什么叫释义非义啊？你看标题，它这个整个这个图是我们普贤圣前行，普贤圣行法的前行。这个前行是与四派，这个是普贤圣，这是大圣，这是小圣，这是外道，他们的修法是一致的。普贤圣的前行在这里跟他们是一致的，他有没有不同啊？工程面不同，
因为你那发心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在走过这条路的时候很自然会走出来。那你只要没有这种发心，你会四禅八定一直往这边走。那你知道阿罗汉为什么是阿罗汉吗？阿罗汉是只破见惑跟思惑，见惑思惑其实是在禅定里头就可以破了，禅定里就可以破了。所以你说你只破见惑思惑，那你顶多是到正真位而已啊，还没到这里啊。那假如从生命的本质来讲啊，你是从现象界到达本体界，形而下的本体界，你没有到形而上的本体界。而菩萨行是要到形而上的本体界，不是在形而下的本体界。各位要留意到，而那个形而下的本体界，它还有三个状况，就太极、两仪、四象，都属于本体界里。八卦以后才属于现象界，尤其是六十四卦，那叫森罗万象。所以在本体界里头的状况是什么样，那你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讲为什么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你避免在正真位或者这个内院定就定死了。现在往生净土的很多是以正真位往生的，不是内院定往生的。所以你能够念愿定往生的，大概像那个虚云老和尚，对不对？他都能够在弥勒念愿自在出入的。那我们没有看到说他是到极乐世界去的。大概你可以看，真正修行的人都是走这条路到念愿定来。念愿定以后啊，过来才是法界大定。所以念愿定要怎么修啊？那我们这里就没讲了，这后面啊，你看那个迈向涅槃之路，这个也是内院定，有前三山的修法，后三山的修法，所以每一个图表出来的理论啊，各有所偏，是一非一图偏的是纯化工程这边，主要是在纯化工程这边。这个迈向涅槃之路的重点在内院定，有没有？所以修行系统有不同，我一个人就有好几个系统了，这都不一样啊。那你看看你现在是修学在什么程度？假如你现在出发心，那就不要讲这一章了，这一章这里是需要了，这是一开始每个人都要留意到的。但是你真正要的是是一非一。因为那个地方第一点到十八点全部标出来，而重点是一到十一点，一到十一点动作快的，你只要这样到具足，就人品很完整，善思维能够完成的，其实一支香就通过了。我们上一次台湾的那个精英城里头啊，有四个人，只有四个人而已，就有两个直接就十一点通过的。他是事业家，事业家一个是没学佛，一个是学佛很久了，结果是没学佛要学佛的那个来，四个人，有一个是年轻人，是他朋友夹带进来，还有另外一个事业家，全身都痛，四个人进来，两个人一次十一点就通过了，都没学佛的。跟学佛十几年的一起通过，就一个是人生历练，他事业已经成就了，他也不管了，那就放着，反正每天都有钱会滚进来就对了，他很高兴，他学易经，老婆很漂亮，天天唱歌给他听，你看福报这么大，他想到说，这个很多人在打禅期，他也跟着人家到处跑，那他有没有学佛？他说也算学佛，也没有学佛啦。听说这里不错，他来试试看，然后一次就通过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人品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地方
我要求的这个就是人品。这人品其实讲的就是善思维用心。你只要不具备善思维用心，基本上人品是有问题。但这个跟人格那个人品不一样，因为你所要具备一个人的成熟度很重要。那一个人的成熟度不够，那你要怎么修行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一个健康，健康是很重要的。独立，你要能独立。第三个，成熟，你不要人云亦云，都跟着人家走，人家说人家说，那你根本没办法修。你也不能太在意事物对你的评分，事物对你的评分只是一个标准参考而已，最重要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追求真理。你不要看这 有的地方每个点，譬如说这进化你可能就很难通过，或者激发你很难通过，激发难通过通常都肢体不协调，肢体不协调，使用大脑的陷阱那一张有没有？你看，一用大脑就紧绷，呼吸失调，肢体不协调，思维模式专劳偏，这个肢体不协调涵盖很多，包括你想的跟做的不一致，的这些都算在这里面，因为你肢体不协调，呼吸失调，调整还比较快啦，因为呼吸法一教你就知道。但肢体不协调实在没办法，叫你动你根本不是动不起来，动不起来我们还知道，反正你动不起来，可你又不是石头，哪会动不起来啊？这个问题你动起来就很怪，这个就麻烦了。但是你这一关不克服啊，你人生永远不正常，永远不正常。所以我在克服你肢体不协调的时候啊，会产生很多问题，时间会浪费很多，那么人类发明的解决方法就运动，时间很长，所以你们从运动要来解决用大脑的产生的副作用啊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运动时间都特别长，那你要有福报，你才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运动，要没有福报的话，那你就会产生你的疾病，而且这个运动很有问题。因为你的运动是四肢运动为主，我们这个运动叫内动，这内脏里头，也就这八叫两块八点哈，这四块八点呐，对不对？四块，这个是两个点，后面两个点，下面髋骨两个点，后面两个点，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要运动。跟你讲的运动是不一样的。古代呢没有这个东西，不必要这个东西，因为古代有三个东西。第一个挑水，你现在要自来水，所以你没有挑水的机会了。第二个劈柴，你没有劈柴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都用瓦斯炉啊，电炉啊。第三个洗衣服，你现在请机器人帮忙了，你没有蹲下去有没有？所以你内脏都没办法运动。你看你劈柴的时候是什么姿势，都是内脏在运动，挑水也一样，你现在这些劳动都没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发明了一个哇四肢运动的，你看看那个健身房里的机器有没有拉胃运动的那一块，看有没有，绝对没有了。你搞的一定都是随意机的运动，我们的运动是不随意机的运动。这不随意机的运动是做什么呢？你留意一下，我们书呆子都有的毛病。我跟各位讲，我个人啊，坐下去到起来16个钟头而已，不吃不喝不上厕所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坐下去，不要说16个钟头，4个钟头就好了。你内脏啊的血液循环啊降到最低。换句话说，随意机的运动啊已经降到最低程度啊，因为它是出生以后就一直动的嘛。
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让他正常运动，反而是让他降到最低程度的运动，而所有的运动都在大脑里头，血液都上来了。好，你留意到，当五脏六腑的运动量降到最低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东西会沉淀下来，没有办法带走，慢性病就这样来的。所以你会什么糖尿病啊、高血压啦、啊、血浓度、血脂高、血脂有没有？不要怪谁，就因为你用大脑，所以会造成肢体不协调，要做的跟想的完全没有办法配合，而且你的思想思维啊，又这个、思维模式又专又偏，没有办法全面照顾。所以你这个运动啊，造成的那个肢体运动时间太长，不好，不好。希望能够改为内脏的运动，啊，所以我们的修行当中的运动都是内动，啊，第二个呢是要把观念打开，啊，然后叫你放松、休假、休闲，有没有？这个现在人类所能发明的嘛，啊，你会发现这些哈，大概啊都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。什么叫做放松啊？最好就打麻将，一打就八个钟头，对不对？你就大脑转移了嘛。你其实你一打麻将还更紧张啊，好，好了，这不管，这个是现代人发明的解决方法。这个是我们禅堂在讲的，这里也不跟各位谈了。这是让各位了解到我们在谈这个部分真正所遇到的一些状况，而这些状况是真正我们用大脑以后所产生现代人的疾病。他要克服啊，就一定透过我们讲的八字功法，很简单的八字功法，快速呼吸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用这个模式啦。你透过跑箱啊，或比较剧烈的滚地板啊，都可以有这种情况。那最有效的方法，像颅腔发音的部分，我们是列为高级刑法，那不会随便教各位啊。你自己回去，你不要颅腔发音以后明天来头提着一个头来，师傅你看我的头怎么跑到手上来哦。因为这里头有些修行的技巧是一定要师父在身边做指导，做指导。啊，这个是跟各位简单的提到的问题。另外有一个你常会遇到的，就是四根，刚才那一张，这个上面那一张，四根跟字的问题。这个明天啊，我在跟各位讲这四的家族啊，四的家族是我们讲本体论啊，在讲下回向的时候，生命怎么诞生的问题。生命的诞生啊，跟身体的诞生啊是不一样，因为身体来到这世间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并没有来，你来的是先天性的生命，后天性的生命还没到。那后天性的生命是怎么到的？那完全是事的作用。那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谈的是，事跟根的关系当中啊，根为体，事为用。你要留意到啊，这在讲为事的时候很少去留意到的。根为体，这个根假如没有事的时候，根它是一种什么物质结构？物质结构，比如耳根，假如没有事啊，这耳朵啊，它只是个物质结构，啊，它有没有作用？就我们到风洞里面，或者很多那个地洞隧道里头，它也会有耳根的现象产生，因为它是物质结构。我们的耳根是因为有耳室，所以耳室它就变成生命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只要没有事，
你生命就不存在的，它只是一个物质结构嘛。物质结构它会产生物理现象，所以要有事，没有事的话就没有生命，它只是物质结构跟物理现象，你要留意到。所以生命在哪里，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生命感，就在这里啊。你有事但是你没有生命感，所以这个跟各位谈这个事为用啊，这也是讲用啊。其实事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原型，所以事的当体记忆就是根的当体记忆。这个你看，这是新的东西啊，你以前都没听过啊。当体记忆就是这个东西看过你会记起来，但是很快它就会消失掉，它不累积的。根是的当体记忆，当体记忆是不累积，要累积以后就变成无蕴识。这无蕴识再累积会变成八识识，八识识再累积啊，就变法尘了。法尘就是知识。啊，这个时候所牵涉到的，你都不知道，这里头跟佛教的那些所谓理论里面在讲的，你感受不到。啊，那明天我们再跟各位谈这个部分。当不用第六意识与第六分别意识时，则只用根的当体记忆。所以这两个不用的时候，只用根的当体记忆。好，此时根性无生无有起，性空即灭无所作，但能示现成性不思议，一切天人莫能知，此即自体的显现，也为自用。就不用第六意识跟第六分别意识，那你看这不是很殊胜吗？啊，不用第六意识跟第六分别意识，其实是不用第六分别意识。第六分别意识是什么？就是大脑的作用。我们讲不用大脑是指不用第六分别意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各位用我们世俗的话讲叫不用大脑，其实是不用第六分别意识。而我们所讲的无明也是第六分别意识。你要留意到这个东西啊，你没有做横向连结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。而第六分别意识，我们也常讲这个东西，在四的家族里啊，你分不清楚这两个是什么东西，分不清楚啊。我跟各位讲，这个意根呐，跟意识啊，意识是以意根为依托而有意识，所以这个意识又叫第六识。第六识有两个双胞胎的兄弟，叫做第六意识跟第六分别意识。而第六识是依托于意根，这个第六意识跟第六分别意识是依托于第六识，你要留意到。所以第六意识跟第六分别意识啊，是虚幻的。所以因为我们古代的唯识啊，是从印度来的，他的思维啊，不是我们现代的逻辑，所以我们用现代的逻辑来处理这唯识的这些东西啊，要有一套新的东西出来。我不是唯识家，我是华严家，我才懒得去搞这个。这个是没办法，教你禅修我必须这样讲啊，因为这是禅修本体论下回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我不讲的话，上回向回到这里我就讲不上去了，因为我在禅修是讲上回向啊。上回向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就要讲到刚才所讲的那一个新的作业，为什么生与异业都是新的作业，因为我讲到这个地方是跟这里有关的。因为上回向讲下来，下回向讲下来，就从上面向下叫下回向，就是生命啊，从形而上到形而下，形而下到现象界的时候，它一定要经过四的家族，它的整合作用。
那么我要返原的时候是上回向，要上回向我要把四的家族全破掉啊。那我在下回向的时候就要把四的家族给搞清楚啊。好了，古代没有这种观念，古代讲为四就专讲四的家族嘛，但他讲的一塌糊涂。现在来讲，因为用我们逻辑来看，他是讲的一塌糊涂啊。所以你会可以知道，凡是讲为四的人一定跟心理学有关，而讲为四的人不知道怎么修行，很奇怪。因为为四是下回向的东西，修行是上回向的东西，你研究为四你怎么会修行呢？而当年讲为四是为了修行而讲为四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为四跟生命绝对有关，不是跟心理学有关。你不把它拿来跟生命结合，拿去跟心理学结合，为四全部走偏了，全部走偏了。而我们现在是从生命的立场重新来定义这个东西，所以这四的家族啊，我们要讲啊是完全不一样，跟人家讲的会不同。好，所以在这里，所以在根与四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根的当体记忆，当体记忆被累积到成为法尘时，就会产生一根。此时一根的当体记忆就是第六识，有吗？所以第六识啊，是依于一根来的啊。这一根的成熟啊，在六识当中比那五识要晚一点的原因在这里。第六识会产生第六意识及第六分别意识两个孪生兄弟啊。此后文化启蒙、无名诞生、业力澎湃。红尘的虚妄舞台皆依第六意识及第六分别意识而成立，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你说无明在哪里？无明它就是第六分别意识。双胞胎当中，用很简单的话讲，第六意识是好的，它有正能量的作用。那个第六分别意识啊，是无明啊，它只会产生不好的作用。它一直发展以后，就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，到最后啊，会使这个文明完全崩溃跟瓦解。就第六意识的一再发展，这个部分呢，是从我们修行的立场来看，它是很精彩的。就下回向的时候啊，这四的家族出来啊，一个生命开始在转换，或者一个社会在转。在成型转变的时候啊，那是很有意思的啊。那明天我们再讲这个四的家族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来跟各位分享。那今天两个钟头，我想就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。各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交流一下。